调用基础大模型的主要方式是 API。 在百度的这个千帆大模型平台上呢，企业可以快速的调取包括文心一言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大模型的 API， 来获得这些大模型的能力。今天呢，千帆大模型平台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最开放的大模型的开发平台，不仅有42个主流的大模型入驻，而且呢有17000家企业在这里呢开发产业模型和解决方案，覆盖了将近500个不同的场景。告诉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企业客户啊也可以通过千帆来申请测试文心4.0的 API 了。